上回说瓦拉东，说着说着我就慌了，就是词语啊、态度啊、字眼啊，都得小心一点。忽然想着节目要是在纽约播，这个九句说对，一句说错，就且等着挨批道歉，甚至要上法庭。在女权主义的批评词语里面，女画家这个说法的政治正确是应该是女性画家。那么谈早先的女画家呢，你也得拿着今天的女性文化的观点就套回去啊，细细的阐发，就是女性艺术的历史语境，这个对男人的世界最好多少有点指控。那这个重点是啊，最好你自己就是一个女的啊，如果你是个男的，你得好好想想再开口。100多年前女性画家不是没有，非常稀罕。莫里索和卡萨特是当时资产阶级的新女性，瓦拉东呢是一个下层的妇女，所以从名人的出身那儿越往下层走，越说明民主文化的进步。以我的无知啊，差不多一直到二战，我再没见过另外一个欧美的女画家，当时已经越来越多，画得这么浓郁而且本色。以我的无知，我没有再找到。倒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德国人克罗惠芝，其实跟瓦拉东同代，略比他小一点点吧，但他不画油画。而是他力气很大，他晚年做雕塑，他的儿子在一次大战当中从军，牺牲了，他做了系列的雕塑，表达母亲的悲痛，对战争的抗议，也是非常沉郁，分量重。那么现在他被重新关注，有可能是90年代以来女性文化更加成熟壮大的缘故。但是我这可能又在胡说了，不足为信的。那么20年代美国出了一个 George O'Keeffe， 被美国人尊为女性艺术的先驱，在美国人编的所谓世界美术史上下3-4千年，到了20世纪还有 O'Keeffe 的份，中国人一个都没有。我说句斗胆的话，我不太喜欢他的画，但我很喜欢他的样子，很喜欢他的样子。那么他的丈夫是现代摄影的大佬，名字有点长，我这会儿忘记了。这全世界啊，是不管你什么文化，都是妻以夫贵。这个 George O'Keeffe 的传奇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丈夫当年给他拍了一组非常著名的黑白照片。有他的肖像，有他的身体，也有他很长的手指放在胸口，是影史上的经典。晚年 O'Keeffe 就躲在那个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的旷野里头，造了一个很好的那种房子。现在他的故居已经变成当地的旅游景点了。这几位英雄啊，英姿，这句话也不太说了。英雄们应该说英姿，我们说女英雄这句话是不对的，叫英姿啊。他们都活在20世纪初啊，所以对当时刚刚萌芽的女权文化，不管它是不自觉呢，还是半自觉呢，还是全自觉，你今天翻回去说，都可以追认为是女性艺术的先驱。不过据我记得，16世纪意大利女画家Artemisia 才是真正的太祖母级的女性画家。16世纪在将近400年以后，90年代又被西方重新重视，这拿出来炒，在大都会博物馆办过她非常大型的一个展览。她的父亲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她因为女性当时没有被那么重视啊，
我去看了，我几乎分不出父女俩的水准，各有各的厉害。其中有一幅和卡拉瓦乔相似，就是画一个女的皱着眉头，一把大刀，正在使劲割一个男人的脑袋，这个血就喷出来，二战以来啊，欧美女艺术家越来越多，出挑的人，这个个个厉害，我很佩服啊，很佩服。摄影领域特别多，艺术家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 Coco Smith， 我有一套这个系列的定制作品，还画过她的雕塑啊，画一个。他做了一个女裸体雕塑，躺在地上，身上全是男人一天到晚骂女人的话，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位就是南斯拉夫裔的行为艺术家，叫 Marina， Marina 呢资格老了，她出道的时候是70年代，整个圈子都被她的作品轰动，拿一把刀往自己手里哒哒哒哒这么弄，这个是男人玩的游戏。他80年代来中国做过一件作品，叫《情人长城》，带着他这个德国裔的男友叫乌莱，两个人很有意思。两个人约定，一个呢就从这个八达岭这儿由东向西就出发，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嘉峪关出发，乌莱从嘉峪关出发，由西向东，两个人步行，长达3个月，在哪儿汇合呢？在二郎山汇合。那么作品完成以后，他们回到西方，俩人就散了。散了以后，就前几年，Marina 在现代美术馆又办了一个作品，也挺轰动的，就邀请所有观众排着队，他自己坐在一个桌子旁边，谁都可以过来，但坐个大概3-5分钟，就是目光对着目光，就看，不能讲话，这是个规矩。所有坐下来的人跟他对视，不讲话。我要是佩服哪个女艺术家，我有时候会有一个念头，是我真的想变成一个女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念头，有些气质真的只有女的才有，这跟才能无关，这东西它才能做出来，才有这个味道。所以斗胆再说个意思，过去的女画家其实未必意识到女权，其实她们就是想跟周围的男画家画的一样强，这个女画家最微妙最迷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她试图超越男性啊，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艺术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女性的特质出来了，这有点像一个女的忽然穿上男装，这是非常就有意思啊。但我这么说法，搞不好又是一个男权思想，男人的目光，一不留神就犯忌了，但我真的认识一位，北京的70后的女孩，女艺术家叫黎薇，她非常厉害，她做的那个仿真雕塑，非常厉害，她的思路、她的规模，非同寻常，她就剃个男孩的头，完全鬓角就剃青的。一身男装，踩了个军靴，这个走路大步流星，这个不让须眉女子丈夫啊，中国人经常拿这些漂亮的屁话，就是来奉承女子啊。其实主语还是须眉啊，还是丈夫，还在借这个话来抬举男人的世界啊，一点不是尊重女性。绘画这个像正义的事情一样，贵在大胆。你要论大胆，你要论舍命啊，你要论这个不屈服，女子远远胜过男人。你去看男人投降变节的比女人不知道多少。所以你想起古今中外这些女烈士，这气绝令人。这个同样的道理，你论手巧啊，论这个那种心思细密。这个裁缝啊，厨师
好的设计师、好的化妆人，倒反而是男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应该反过来，以后我们遇到这类男人，我们应该说，哎呀，你真是这个不让粉黛，这个男子太太，这个造物主啊，这故意留了许多伏笔啊，这样让人类自己去解码，自己去折腾。这个说了半天，我对女画家怎么看呢？贡布里希有句话，他说，没有艺术史，只有艺术家。那我的延伸就是，没有男画家，也没有女画家，只有好的画家。那么你以为人家乐意在你称他艺术家的时候前面加个女字？不是这样的。瓦拉东胜过很多男画家，不因为她是女性啊，她的禀赋、她的魅力，仅仅属于瓦拉东。可是我这么说呢，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很难超越这个女权的思想，因为瓦拉东真的是个女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是性别是会羡慕的，女的可能会羡慕男的，男的有时候也会非常羡慕女的。瓦拉东在他的时代可能是因为女性她有劣势，可是在我眼里，因为她是女的，所以她是优势，这是她叫我妒忌的优势，对呀，中国啊，最有名的女画家是元初那位赵孟俯的太太，叫管道生。我见过她的画，只有一张，在竹林子里头，是很古很古的一张画，900多年至少呀。然后呢，明朝，文征明大名鼎鼎，他的玄孙叫文殊，淑女的淑，还有清初秦淮名妓，马守贞和顾梅，都是。史上有名气的女画家，画史上会提一笔的。不过你在琉璃厂这种这个堆砌如山的中国画画册里头，其实不容易找到他们的画，哎呀，现在当然中国的女艺术家、女雕刻家、女画家的等等太多了，哎呀，尤其是史论系的女生，那真是成群结队，那望不到边，一帮一帮的来考，一帮一帮的考进去，今天呢，我要讲讲我顶佩服的两个女画家，都是民国年代的。一位呢是留学日本的上海女子关子兰，一位呢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觉兰社成员庞勋琴的太太，名叫秋提女士。民国时候的女豪杰啊，一长串名单，那是数不完的。那么就在民国短短30年，女画家的数量，我相信超过过去上千年。头一批留学西洋的男画家啊，名气太大了，掩盖了留日的那一支。其实留日也有不少好画家，其中最杰出的是三个人，一个是陈抱一。一个是这个关良，还有一位就是关子兰，另一位留日的叫刘景堂，好像是台湾人，生活在北京，也非常厉害。这关子兰，上海人，真正的大家闺秀，绝代佳人。前些年我买到一幅他的黑白照片，从拍卖行。还不是他最好看的样子，网上可以搜索到。不，我这么二话不说跑上来就说人是绝代佳人，又是男权思想，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你比方我们上次提到那位潘玉良，潘玉良不是美人，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样子，因为那是古人像，看着让人起敬意。那么女画家像关子兰长到这样的气质啊，你不赞美她是一种罪过啊。我觉得瓦拉东要是瞧见关子兰，然后德加、罗德莱克、雷诺阿瞧见关子兰，那这无可奈何，惊为天人。可是你看关子兰的话，你马上忘记她的性别，她下笔的胆气啊和瓦拉东有一拼啊，而且是纯然的天生。你比起刘海粟那种胆气、那种霸汉，他一点不是造作的啊，一点不是刻意的。你比起同样很有胆气的陈抱一，犹有过之。
然后你去跟那几个大佬啊，徐悲鸿、林风眠，还有一位叫吕四白，还有我的老师吴作人，要论胆气，他们都比不上关子兰，这天生的没有办法的事情。1998年，纽约 Guggenheim 现代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华文明5000年展览。那么下层部分的 Guggenheim 专门做了中国20世纪的绘画展。我们所熟知的，就是民国时代留洋的这批大佬全都出现了，全都出现呢，他们的画忽然挂在纽约。然后名气呢，这是如雷贯耳。可是我扫视一过，就这是多多少少就是学生腔了，这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学的是人家的艺术。结果出馆以后，我回想起来最夺人的画面倒是关子兰，关子兰。关子兰的画，它是有闺中的女气了，娴静而非常明艳。以后的中国油画，不光是男的女的，再也没有了。原因很简单，就大家闺秀没有了，消失了。那么话说，日本昭和年代的油画，他们叫做洋画，也出了不少名家，安井曾太郎、小出求虫，这个还有一位叫梅原龙三郎，还有好几位，我名字都不能想起来，其实远比中国留法那一代画的更恳切，更入味，但到底是一股东洋气啊，它再怎么弄就没有中原汉家的这个斯文啊，那种入骨的斯文，然后那种历史的大气啊。那么关子兰不过是画画人像、画画风景，你用不着谈什么气质和修养。你看他照片，这样的人就会画出这样的画，那么当然他画是不折不扣有一股民国的气息。民国女流的装扮和发型啊，既是有江南那种妩媚啊，也有欧陆一战前后的那种时尚，那种淑女相，那后来也没有了。民国富家女生啊，这个做学问，弄体育或者画写生或者闹革命，都是一股子率真，这个天真，这个此后也没有了。这个留日的陈抱一呢，盛年早夭，留下来的话不是很多。那官良呢是个老好人，这个49年后呢就不太敢再画他野兽派日本只过一道手学来的这个。那一路其实也是巴黎画派的啊，他就去画那个戏剧人物了，非常精彩。那么关子兰到哪里去了呢？我是年轻时候根本不知道中国画界有这么一个奇女子，后来听说她大隐隐于世，还住在上海，不画画了，完全不画画了，我见过她晚年的照片，80年代，穿着就是。跟我妈妈一样，就那种人民装，很朴素，这个殷然浅笑，但是一点没有苦相，10年前拍卖行还出现过关子兰的风景画，也就10来20万，这是没有人识货，居然流拍了，居然流拍了。那么下一位就要说我非常尊敬的秋提先生，他对照关子兰的这个东洋影响啊，他的路数倒是典型的法国的路数啊，他虽然没有去法国留洋，但他丈夫带回来的那个法国一战前后20年代那种前卫的气息他有，他很快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一种
相对温和的这种立体主义的架构。它的静物画以我所见，我愿意说是中国第一。好在哪里呢？它同样是花啊、花啊、瓶子啊、衬布啊，它知道避俗，出手非常简净，简单的简，安静的静。它的画不比瓦拉东好，但是比瓦拉东高。第二就是它的素心，这个画不好解释，这它的画就有点像清蒸菜了。这个他的优雅是他人优雅，那么第三就是见物性。这个物性这个又分两层，一个就是他画的那些东西，啊，就是不修饰、不渲染，啊，是物体的恰如其分，啊，也是他对物体的那种，敬意和爱意。那么另外一层呢，就是材料的物性，就是颜料和笔。这个邱先生肤色、行笔啊、起止、收束，他始终不文不火。到处都是浓淡得宜啊，这很难做到的。不光是本事，就所谓温良恭俭让入了画啊，就是邱先生这种境界。那第四呢，当然他也是非常民国的气息，自发自在啊，自主自视，那么而且自尊。50年代后呢，女画家群起啊，也有不少才子啊，但都去画革命画了。啊，你相比起那个邱提先生，画的画啊，都是一股革命气啊。邱先生的画毫无意图，虽然在他的年代，他那样画倒是真的革命。他的画和巴黎画派放在一起，我不想夸张，哎，他有一股巴黎风吹过来，而以我看呢，还有一种隐约的佛气，哎，我不晓得这个弘一法师要是看到会怎么想，哎。就是，但是就画论画，弘一不及邱提，哎，民国画家圈子和门派蛮清楚的，哎，我一点没有资料显示，就邱提对关子兰怎么看，和关子兰知不知道邱提，也许有吧，哎，我不知道，但他们俩的命运呢相近似，都是在1949年以后销声匿迹，哎，这邱提先生有病，哎，他走得早。那么她的丈夫呢是工艺美院的老前辈，创校的那一辈，又是留法的这老前辈庞新群，这个美术界大家都知道。那邱迪先生和庞新群的女儿庞涛先生，是我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教授，然后庞涛的女儿叫林岩，是我的同学，也就是说他们外婆、妈妈、女儿三代都是画家。可是我跟他们相熟20-30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就是邱提先生，就是他们家有教养，就不说这件事情。一直到90年代，林岩在纽约为他们祖孙三代办了一个小小的画展，那么我才看到邱提先生的十来幅小小的画啊，大部分是静物，也有风景，我看了真是没有话说，哎，我非常喜欢静物画，但是我不会，我也非常喜欢风景画，我也不会画。邱提先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两口子回到上海，想必扬眉吐气，非常幸福，有一幅小小的风景，就显然是从这个窗台看出去，画阳台对过的人家和新的杨柳树，啊，这真是清新如初，就好像是那个上午，我就在这幅画面前呆呆地看了很久，啊，就想起，上海早已经失去的表情。
看理想另一种观看。陈丹青局部每周二看见视觉世界的无数细节。梁文道一千零一夜，每周一三五日落后说不完的文明经典。马世芳听说每周四在流行音乐里听到台湾。登录优酷土豆订阅看理想制频道，看见另一种可能。